要爱就表白，让桃花别摘，你穿平底鞋也不输姿态，少女心的青睐未必虚荣心作怪，那个假面让你期待，爱一个心跳也别浪费一个恋爱，一句情话也能绽放一片花海，不怕多被动的女孩害羞还是避开，等我把刀勒好领带。这些东西也许早应该交给你，过了这么多年才给你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这都是你小的时候你妈妈在国外寄给我，让我转交给你，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他们一次，他们一直不能原谅你妈妈跑家的冲动，也怕你想他又见不到他心里更难。我也和你妈妈说了，不要再寄回去了。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多分差不多寄，我只能放在家里面。这样过了几年，你妈妈才渐渐的听你这么做。我本来想等你18岁以后一起交给你，可是时间一长，她就给忘了。为什么现在给我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虽然你妈妈离开了。但是他对你的爱从来就没减少，现在他在国外得了重病，正准备手术，结果怎么样还很难讲，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。自己啊，给，谢谢，坐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呀？你还知道来送我啊？到国外一切注意啊，有事儿发消息。我一直拿你当妹妹看。我才不稀罕当你什么妹妹呢。见过英子姐了。
我知道你都讨厌我，故意的跟我作对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那就是你不会让自己过得不幸福。是为了这个点，我不敢说我们两个人。 我知道你和裴哥分手，虽然不是因为我，但我还想向你道歉。毕竟前段时间我那么死缠烂打的，确实给你和裴哥造成了特别多的麻烦。别那么说，如果你有10000个错，那我就有100000个错。我对女人比你对我差多了，我比你更自私、更糊涂、更懦弱。 还没你那么勇敢，我真的想过，如果我经历了你经历的那么多事儿，我现在不知道比你糟糕多少倍，所以你还是比我好。我哪里说的那么好，大猫？如果我们可以……那个什么，咱不说感情的事儿好吗？ 你要给我一段时间，我需要找到自己。真的，如果我再这么糊涂下去的话，任何一段感情放在我面前，我都抓不住的。我不想再这样。咱不说好了吗？一辈子好哥们。如果有一天，就像你说的，如果有一天我感觉到了，我会去找你的。之前我们彼此给一点空间。 说好了，好朋友的。我也马上要出国了，我妈生病，我要去看看她。我觉得我不能一直只是劝你放下，劝你原谅，我自己也应该放下和原谅。咱们都长大了，对吧？
想说，然后呢？没然后，好朋友变成了借口。是可而止的温柔，连沉默也不能太久。也许在我斗嘴，你摇头，才也是另一种交流。可为何我们偏就觉得那一见钟情的理由，就是有那么一个人，好有名义爱一个人，这解不了的愁，是化不开的泪，爱不怕被忽略了的过程。是另一种交流，可为何我们偏就缺了那一见钟情的理由？Cici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你，可你却偏偏出现了。生活真是讽刺，我努力经营了那么久，明明只差一点点我就可以取代木木，结果没想到输得这么惨。这一盘棋走到现在，根本就没有赢家。Cici，你千万别怪我，我当初真的不是有意要针对你，我只是不想看到慕明因为你而起死回生，也因为你现在离开棋艺了，
我才能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我也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。第一个，我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。第二个，我经历了好多事儿以后，我开始学会放下。我喜欢创意，但是我不再像过去那么执着，那么固执了。我认为人真的各有命，有些东西是你的，怎么着都是你，不是你，再抢也没用。没错，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高的境界。不过我们都应该庆幸，这么早就脱身出来了，不会耽误自己。能够成为好朋友，不入职场，我们也可以是好朋友。还是我反复强调过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要试图用一个广告创意去取悦所有的消费者。Cici，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创意部工作呢？我喜欢做创意，我对创意感兴趣，我脑子里经常有一些特别奇妙的想法。妈妈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让 Cici 来我这儿试试。对我们广告人来说，任何特殊的东西都不过是我们要推广的产品而已。
Cici， 谢谢你发给我的文案。华为公司最后用的就是你的，对，已经和我们奇异公司签了一年的广告合约。创意部的危机算是度过去了，特别谢谢你。什么都不说了，找到潘哥打电话。你答应我好好的。嗯，那我们都好好的啊。那我走了。走。出去旅游玩一趟，这是非挑那个俗地儿。我想到国外去嘛，我就开开眼。哟，华东五市可不俗，那有文化。我是去过香港呢，还不算走出国门呢。爸，我知道你的问题，你要是不愿意飞那么长时间，有飞短的呀，时间比较短。就是，你看泰国人也不长，是吧？去韩国也很近。哎，您不是一直想去台湾看吗？台湾也可以，泰国。
去泰国，去泰国，我一直想去泰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泰国东西好便宜。好便宜，好便宜，加一块也不少钱。你准备花里面多少钱？非常非常的心甘情愿。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就定了，你俩的需求我都知道了，我一定挑一个满意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已经把屁哥先生试住了，他和你男的睡过，对不对兄弟们？他男的睡过，他男的睡过，让他承认了。你是玩高兴了，我警告你，你随便侮辱我可以，你不许侮辱我男的，你这变态你知道吗？我变态？我为了什么变态？为了谁变态啊？我没人在乎你吗？我不在乎你至于这样吗？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，我已经正式的向那个 Peak 发出了挑战，我和他战斗已经打响了。大毛，你记住，我对你的真诚要重新的开始。请做出选择，我选曾健。如果林先生能够顺利的答对这四道题的话，那么这终极大奖一克拉钻戒将会属于你。
别陪我带你去医院。有病啊你！开这么快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开好车就可以横冲直撞啊？你给我小点声，我再问你，上不上医院？不上。你给我钱干嘛呀？加油钱都没有了，还瞎嘚瑟。怎么喝成这样了？你怎么？哎，不是，人家是我没关系，他不是喝酒，喝水喝的。喝水喝一点一点。哎，你真是喝水，喝的跟我没关系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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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走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了。哎，走吧。别走，你别走，别走，你别走。哎。真是你拽他干嘛呀？我的身，我的身，都要给你好好留着啊！又怎么证你脆弱，骗不快乐，还勉强你迁就着我，放我一个人将就。行了，别嘚瑟。没说不是猫买的，也不是那个意思。出去玩去嘛，得心情得高兴啊。让你听啊。飞往曼谷的 CA 五六零九次航班，哎，叫咱们了吗？是不是叫咱们？请各位旅客登机。来，来。
是什么。想说然后呢，没然后，好朋友变成了借口，适可而止的温柔，连沉默也不能太久。也许在我斗嘴你摇头，在夜深另一种交流，可为何我们偏就缺了那一见钟情的理由。